Mira 的 Fanky 去年5月宣布和拍拖13年的圈外女友分手，而相隔超过一年半，她就疑似趁着平安夜公开新恋情。她在凌晨时分在 IG 的限时动态贴出了深深手的相片，左边的手有 gel 夹，明显是一只女仔手，而背景相信是一棵圣诞树，很大可能她是会和女友过平安夜。 Fanky 的粉丝都留言恭喜她，又替她不用一个人过圣诞而觉得开心，祝她有个幸福圣诞。